天喝芋泥波波系列奶茶。哇，这么好，那我可以自己点吗？不行。那你不会故意选难喝的酒我吧？放心，全是新品，让你尝尝鲜。快上吧。早上芋泥波波牛乳。哇，看上去好好喝。急啥？看看这是啥子？答对了喝三口，答不对喝一口。火。盐。看你也猜不中，喝一口。哇，这一箱我太喜欢了，我能再喝一口吗？行吧，前提这条视频有10万小星星。他们很给力的，我先喝。够了够了。中午手岛芋头绿茶。芋头配绿茶听上去不错哎。来猜字。三个土窑对不对？哟，这都认识。小意思。喝三口。又香又糯，赞。晚上芋泥全家福。哇，芋泥的分量好足啊，能出一个认识的字吗？认识的还叫生僻字吗？这是啥字？王八。一口啊。太好喝了，就是一口完全不过瘾。他们要是能打出这个字，就被你全喝完。